人说的一句话，说了保证会离婚。老婆被人家欺负，然后你不帮我帮别人，都超级鸡汤。你听我还是挺别人？随便。刀要毙命，你这个离过婚的恶魔，说你根本配不上。后来成就了暖心的一篇风传伟大的演讲。岂是我老婆红了？优势今晚10点，金科生物纤维面膜，小明星打跟班。